今天呢是弄了一份早餐，是麦皮加咖啡的早餐，就是用每一包那些 Uncle Toy 那些早餐麦片啦，加上我平时那些蜜糖咖啡呢，这样冲在一起，还加一个香蕉 banana， 这样一起吃啦，是非常健康的。因为这样呢，你要加一个香蕉在这里，这样你吃法都不同，觉得非常之好味一点啦，口感好很多啦，还有很健康的，大家不妨试一下啦，多谢收看，拜拜。